此款产品的版型是依据骑行时抓握的姿势来进行调整改良，能够更全面地贴合手部动作，且不会造成活动上的阻碍。除此之外，由三层不同材质结合而成的布料分别可达到防风、透气、保暖及防泼水的性能，适用于5到12度左右的低温中，是冬季单车运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高专业装备。虽说这款手套在价格上远高出其他多数商品，但源自于意大利品牌对品质的坚持及其亲肤舒适的触感，相信使用过后定会感到爱不释手。商品针对最容易直接接触自行车握把的虎口处进行加厚处理，耐磨损且缓冲性佳，而手指内侧则预留了一定的长度，有助于使用者快速并轻松地穿脱手套。再加上其采用特殊 Coumarin 材质所致，除了可以阻隔紫外线外，吸湿排汗效果也相当卓越，对容易流汗的朋友来说可谓一大福音。但要注意的是，由于此手套的尺寸选择相当丰富，购买前务必要仔细核对手掌尺寸，以免贴合度不足而影响了整体舒适度。这款产品是由知名脚踏车品牌 Giant 所推出，其质地轻盈，且版型采用多片式的立体结构，因此虽未全指手套却不易影响动作。另外，特殊加工的布料有助于吸湿排汗，能确保水汽不会闷在皮肤表面，进而带来舒适干爽，宛如第二层肌肤般的穿戴体验，非常适合重视灵活性与包覆性的读者选用。其次，快干也是它的一大优势，水洗后很快就能晾干并再次使用，而保养起来更是轻松容易，同时轻薄设计亦不会影响视觉美感，感到迷惘的女性玩家们不妨多加参考看看。经过强化的缝线精细牢固，且特别在手腕的边缘处加上包边，再配上材质本身优秀的防刮耐磨性能，即便是长时间的摩擦或拉扯，也不易出现脱线、撕裂等问题，是耐用性极高的一款商品。同系列有推出多种具时尚感的花色可供挑选，无论是想要用来搭配其他运动服饰，或是希望展现个人风格，相信都能从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样式。而值得一提的还有它那亲民实惠的价格，除了新手能够无负担的购入外，也很推荐将其当作备用手套，让长途旅程中随时都有干净的手套可以替换。该品牌所生产的单车与配件是各项登山车、公路车赛事中的常客，透过不断的研发与创新奠定了它无可取代的地位。其中这款车队版手套在手背处以莱卡布料制成，具有良好的弹力与延展性，而手掌部分则是用仿皮革材质来增强摩擦力，确保使用者在抓握自行车手把时更加稳固牢靠，并避免滑脱失控的危险。再者，考虑到运动中额头的汗水常会流入眼睛内并产生刺痛感，此产品也在拇指部位加入吸汗毛巾布料，轻松的就能在停下或休息时擦拭汗珠。在多雨的地区骑乘时，推荐选择此款兼具防水涂层和防泼水拉链的产品，不但可以有效防止雨水渗入，还能阻隔刺骨的寒风，再加上内柔软的绒毛材质拥有优越保暖性，只要有了它就不必再担心湿冷的恶劣气候，是冬季遭遇降雨时值得信赖的好伙伴。更令人开心的是，手套无指接支援荧幕触控，对于经常需要操作手机导航、接听电话的人而言格外实用，因此除了单车骑行外，平日里有通勤需求的机车族也相当适合选用。有鉴于公路骑行时容易遇到颠簸、起伏较大的路段，而为了提升骑车时的舒适度，这款缓冲性绝佳的手套想必是不二之选。具专利的立体气垫在抗震及减压上表现亮眼，
即使是环岛、长城旅行等活动中，也能最大程度地缓解抓握手把的疲劳，以及长时间压迫可能产生的酸痛问题。不仅如此，手背处的反光条设计还可及时提醒后方来车注意行车距离，有助于加强夜间骑车的安全性，追求保护效果的读者们千万别错过。创立于1921年的日本品牌 Shimano 是相当知名的自行车零件制造商，它所推出的服饰与配件也深受世界各地消费者的喜爱。这款手套的版型符合人体工学，并采用少见的 V 型开口及横向包覆设计，因而能确保腕关节的活动性。而魔鬼毡的拉伸固定则可达至约虎口处，在加强稳定性的同时，也让整体的贴合度更上一层楼。除此之外，产品所具备的 UPF 50抗 UV 防护机能亦能有效隔绝紫外线，保护脆弱的肌肤远离老化等危害，公路骑行时的最佳选择非它莫属。 Specialized 是来自美国的自行车品牌，有许多比赛都能看到其赞助的物品，除了推出各种不同型号的公路车以外，也提供许多人身部品可供消费者选择。SL Pro 的透气性非常强大，除了采用轻量且通风的布面材质以外，手掌上的网眼也能快速排出手汗以及热气，穿戴时完全不会有闷热的感觉。独特的 Lifeline 手掌结构设计能够让布料与手部完美贴合，搭配绒面革表面，在防止滑动的同时也能完整体验到操架的手感，尤其还可透过手指的口袋设计轻易脱下手套，在各方面都显得十分贴心。 Frontier 是相当资深的自行车人身部品厂商，已经经营了超过40年，所有商品都是由台湾设计制造，不管在品质或实用度上都相当出色。TenSmiths 是专门依照亚洲人的手型进行剪裁，并且运用意大利高级运动布材质，穿戴时十分舒适贴身，同时能够在炎炎夏日抵挡紫外线侵袭，具备强大的功能性。另外也针对长时间佩戴的状况，额外做了一些处理，包括在纤维内添加了银涂物及此抑制细菌与臭味产生，手掌内稍厚的避震材料也能大幅降低震动，因此不容易累积疲劳，可将精力投入在自行车运动上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，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